好，第二次命运的分歧点。就是现在的吧。啊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啊，太可怜了啦！给你第二次机会，让我消耗寿命都不肯。哇靠！连续三个都是。不要骗我啦！我就知道，哈哈哈哈。算了，反正这游戏的信徒那么多，不差我一个。哇靠！这是要让我没有角色可以玩吗？太可悲了吧！全都是礼装，你怎么搞的？很好，终于可以不用玩这个烂游戏。看起来好像有不强的样子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哈哈哈哈。